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咁所以喺今年里面，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要从呢个西律半岛星图里面咧去学习嘅。简单一句讲晒，以色列人过去400年喺埃及都冇受到冇听过咁多神嘅喺信仰架构上面嘅指引，但喺西律半岛里面咧就一次过建立晒。我哋讲嘅摩西五经其实就喺嗰段地方出晒嚟噶啦，已经就喺嗰度嚟噶啦。咁所以变咗我哋而家所讲嘅今年咧。肯定我哋识得知道个方向啦。神点解俾咁多富足我哋呢？我哋一只要问呢个问题就知道，就系为咗今年。为咗今年，我哋慢慢按住神所俾我哋，我哋要成为呢个时代嘅灯塘，你要成为就将我哋嘅信息能够广传之外咧，里边有咩瑕疵，有咩性，导致好多第一次接触我哋教会人都唔能够听得清楚我哋嘅信息，或者系唔能够揾到最有效方法建立信仰嗰啲咧，我哋都会将呢啲信息 sort out 佢，分类。甚至好似有个叫做智能咁样俾佢哋可以click入嚟嘅时候，知道自己想要揾啲乜嘢，可以抄到啲题目，可以知道自己信仰喺边个阶段，就可以由边度听起啊，跟进带嘅真正嘅原意咁样。咁诸如此类呢一啲咧，我哋就要利用今年有个富足咧，建立佢。因为我哋记住会幕系为咩？圣殿系为咗乜嘢？圣殿系为咗以色列拥有个信仰，但系。让人来去经历这个信仰，所以变成我们已经有一个值得人来经历的信仰，是过去几十年当中神在我们教会建立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有值得人来经历的信仰，但是人家可不可以来我们经历到呢？人家有没有因为接触我们而经历到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架构了。所以圣殿会幕其实本身它有它们的预表，它有它们的寓意，是不是？有它们的影儿和实质的预言在这里，但相对亦佢有佢嘅功能喺度嘛，所以变咗我哋今年就要将我哋嘅信仰嘅功能拎出去。但个功能我哋唔系我嚟赚钱，唔系好似巴兰咁我嚟赚钱。我哋个功能就系将呢啲金枝银枝建立一个会幕，或者去建立一个圣殿。咁所以变咗，里面好多嘢会变嘅，其中一个变法就系我哋使到我哋事会更加效啦，网上啲人接触过我哋啦。但相对亦系我喺录呢一个嘅 Beyond 狂升之后咧，即係嗰陣時仍然係啦，狂升到100萬美金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應該要做嘅其中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要搬啊，唔好住埋喺我哋舊嗰個地方，我哋揾一啲嘅區域咧，係我哋聚居一齊，因為方便咗我哋侍奉啊，咁而家我哋更加見咧，因為你全部仲錄影啊、網錄啊、錄音嘅方式噶嘛，如果我哋屬於唔同嘅 group 嘅人錄，即係聚居埋一笪地方，幾易做嘢啊，係咪？即係上網啊，用 WiFi 都互相可以做。就算你明唔明？如果你屋企有嚿 WiFi 嘅话咧，就算你屋企断咗嗰啲嘅网络啊，你都可以藉著 WiFi 同成个区可以通讯噶嘛，都可以传递你哋嘅 file， 可以画画画图噶嘛。咁而家大家知道，原来而家真系需要嘅。咁所以我哋富足到好紧要嘅时候，讲真啦，而家基本上随时当我哋升到 Bitcoin 升到100万美金嘅时候咧，讲真的，你拥有嘅一个 Bitcoin 都随时买到成个单位啊！是咪？何况租？咁但系当我哋租住嘅时候，呢几年肯定升得更加紧要啦。咁所以变咗富足里面其实系使我哋建立呢个架构，呢、这个就系话建立咗会幕嘅功能，建立咗圣殿嘅功能。但系当然啦，以前你嗰边识嘅啫，系咪？解都未识得解。但系唯有石安，我哋能够睇见呢啲嘅预表，睇见呢一啲嘅实质，佢系影现我哋嘅实质啊嘛。咁我咪知咯。所以变咗佢哋记住会幕。佢建立咗，我哋如果将佢预言方面去放低，将佢其他嗰啲嘅预表去放低嘅话咧，其实佢仲有个目的嘅，就系佢功能啦。咁嗰一年佢建立咗个功能，咁所以今年我哋都要建立一个功能，但呢个功能仲要系以前冇嘅，明唔明啊？以色列人都系噶，以前四百年冇呢个功能，边有会幕喺埃及度咧？佢冇嘅，冇呢一啲嘅，系咪？但系佢喺嗰段应该本身一年之内咧。佢建立咗一个新嘅功能咧，系导致到唔单止佢哋经历佢哋嘅信仰，佢让甚至外邦人都可以系跟住佢哋一齐经历佢信仰，藉着守节，藉着呢一个可以话 timetable， 一年里边三次守节呢个方式。所以神亦喺建立呢个会幕嘅时候都讲噶，你听住啦，佢话咧，当你哋咧
进入迦南美地嘅时候咧，你哋自己开始耕作。佢话你而家冇耕作，佢话去到嗰阵时咧，你开始耕作，你哋可以收你哋嘅葡萄嘅时候，你哋去收你哋嘅丰收嘅时候咧，你哋就开始去守节，你开始做呢啲，见唔见咧？但系喺嗰应该在佢哋嚟讲，就喺个四十年里面建立啦。但系神预定就系其实喺嗰一年里面建立嘅，所以变咗我哋呢一年里面要建立一啲嘢咧，就系for将来一个大复兴嘅时候咧。啲人嚟到嘅时候，有个圣殿俾佢哋经历，一个圣殿嘅模式、信仰嘅经历俾佢哋，我触摸得到。呢、这个就是个功能性啦。所以变咗系我哋系一个圣殿，系咪？但系你有冇谂到个圣殿？譬如好似喺启述讲啦，个圣殿坐落圣山之后咧，圣经有记载佢嘅功能嘅，系咪？有好多人可以入去见证神啊，经历信仰啊，系咪啊？但系嗰个圣殿明明系辛苦嚟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原来我哋都要做一样嘢咧，就系好明显，我哋以前嗰个我哋当然有我哋嘅功能，打定唔够嘅，因为嗰个系我哋简单嚟讲咧，我哋唔够物力，我哋用人力噶嘛。咁所以嗰阵时咧，我其实我哋效率系好低嘅，但系最能够磨到我哋嘅性格，磨到我哋耐性啊，磨到我哋嘅大家彼此和谐同合一啊，互相迁就。但嚟紧其实就系效率好紧要啦。我哋嘅效率唔系增加 100%， 随时要100倍，但系我哋有足够的物力就可以做到呢样嘢。所以如果你所讲嘅只系其中一样嘢，但系只不过就系话真系印证咗呢篇信息，但系印证埋呢个时间咯，而并且最疯狂神印证呢个时间嘅时候，仲用西律半岛星图呢个金牛去讲起今年啦，系咪？所以变咗我哋喺 UV Chat 都讲啦，啊明白点解用 B 仔啦？因为公牛系点算啊？是 BULL 啊嘛，咁又系 B 仔，系嘛？咁所以变咗 Bitcoin 点解要 B 仔咧 ？Bitcoin 啊，称为冇错啦，就系因为又系 B 仔。咁所以变咗佢而家当呢啲富足佢升起嘅时候咧，其实我嘅责任啦吓，我嘅责任就系要睇到呢个图，因为呢个图肯定冇错，神系俾我哋呢间教会嘅，但系要解释佢哋理解，从当中揾到个秘密出嚟，就系我哋呢班领袖阶级啦。咁所以变咗我喺里边睇见就系话。好明显，今年里面咧，我哋喺功能性上面咧，就要真真正正变成圣殿。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：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神言托付时代使命，因每日接兴奋供应，持定选召情奉身心响应，倾赞你歌声。尽我心肩担使命，不怕重重险境，愿忠心竭力把握光阴，每日回应神垂听。于今古久远，为我显权能上道理，于尘世永恒时空中拣选我，历世万世陈述共证，神垂听，施恩显公正，为我成全权能效应，不管我再度遇见千千际遇场景，神陪伴到永远。